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na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在美丽的 San Diego 圣地亚哥城市来看托尔兄弟的一栋非常高端的样板房。那么这儿呢是一个铁门小区，那目前呢它的所有样板房都在出售，还有一些有景色的现房和期房可以选择。那我们今天要参观呢是这个小区的第二栋样板房，它叫 Castella Spanish Colony。那这个房子呢，它是5房5.5卫，3到4车库，6059尺，非常大的面积。那么价钱呢，还有其他信息，我会放在屏幕上，小伙伴呢可以参考。好了，现在跟我一起去里面吧。刚开门的设计哈，那么家里如果有大的三角钢琴，搬进来就非常的简单了。一进门右转就是我们的家庭办公室。那么家庭办公室呢，它已经打好了嵌入式的柜子，还有一个视野非常好的办公桌哈。那么在家办公之余呢，可以放松一下。
的颜色设计呢都是卡其色，非常淡雅又有内涵的颜色设计哈。好，现在让我们去二楼看一下吧。还有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，那么这边这个走廊里面有两个凹槽处，一般来说呢凹槽处样板房会给它打上柜子，不过这边没有，它变成了座位的样子。那么看这个座位的样子呢，米娜左思右想把它用上了用途哈。这边呢可以拍照，拍什么照呢？证件照。可以想象这边是 DMV， 后边换上蓝色的背景，那我们坐在这边前面一个单反相机，咔，每天就有一个证件照了。如果没有证件照要拍怎么办呢？可以换微信头像，把后面布置成不一样的背景，让小孩子这边每天照一个大头贴呀，或者各种各样的每日一照啊，我觉得用起来也是挺有趣的，很特别哈。一般兔耳兄弟在盖新盘的时候，每一个小区呢都会有每一个小区的特色，大部分呢都是一个独特的警卫门卫系统哈、啊，并且小区的周边呢一定有连贯的配套设施，比如说高级的学校啊、休闲中心呐、啊、商业啊、餐饮呐、啊、住宅啊等等。那么小区里面呢也会有高级会所啊、泳池啊等等。屋主可以活动的地方，那么这个呢也大大提高了业主的这个生活体验哈。那我们今天参观的这个盘呢，它在山上，山景非常非常的好。那目前在售的每一栋房源，包括这栋样板房，都是享有非常漂亮的山景的。当然了，因为地理位置的不一样，每一栋的景色可能也不一样。那么所剩地块不多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要尽快联系我，尽早去挑选好的地块哦。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，我是 Mina，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给我点个赞哦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好了，可以。